是两年前和好，应该是这个事。哇，有吵架，有吵架，虽然可是到现在还没和好哎。因为你第一个啊，我们大概只猜对一题啊。他真的很会啊，我今天特别紧张。五年，对，加起来已经是快，这三个都没上过，这个头都没上过。我现在头有点痛，是我们听不到音乐，对不对？听不到音乐，只有画面哦。他只有画面，白痴哦，听到音乐干嘛还看我跳啊？完了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看你微笑就会感到奥妙，富贵不出挑，你怎么会这么好心的关心我生活好不好？知道你想耍我，我又怕我，其实你想打我。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习惯，我好不习惯啊！哎呦，超不习惯的，哎，好奇怪哦。我们是美人鱼，我一杀，我一杀。我们是两年前和好，应该是这个。哇，有吵架，有吵架，虽然可是到现在没和好哎。哇，你现在旁边站的就是深可思的没有。我们给大家先来一个暖身一下，好，来一下，好吧，先来一个小游戏，一个人这样提吗？十题机会，你们只要得到六分，你们就可以获得接下来的闯关优势。哦，因为你第一个啊，我们大概只猜对一题啦，大概这样。我已经判断是这样，因为他真的很会啊。那其他人要猜吗？会猜吗？哎，你想一件事情。我们从这里切开，我们这有三个15年没有上综艺节目的人。其实我今天特别紧张，五年，对，加起来已经是快，这三个都没上过，这个头都没上过。我现在头有点痛，是我们听不到音乐，对不对？听不到音乐，只有画面哦。他只有画面，白痴哦，听到音乐干嘛还看我跳啊？听到不就知道了？完了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因为。哎呀！你们原来是出这种等级的题目啊！射手，旁边 MP， 我的 team one magic power， 打开你的。好，下一题，三号，来了。哦，简单，哎，太简单了吧？对，你还不玩啊？成功哥，好，下一位。对了，没了，我好会选哦。哎，怎么那么简单呢？太简单了，这我都会，这媒体我都会，你们是不是看不起他们啊？哎，他们是最杀跳舞男团，怎么出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么简单。什么？超难！你在冲浪？难你？你尽量最摇起来，你都没跳，你没跳哎。啊啊！你没跳哎！阿迪，两个一起，哎，他自己自发性舞蹈，什么？这样跳出来啊！你要跳啊！你要跳啊！哎，你放弃耶！太难了啦！没有，你要跳！第一个，等下你重播，第一个很重要，第一个很重要。这是你的陈玉玲吧 ？Happy Pink， 嘟嘟嘟，嘟嘟嘟。小猫哥，不是。其实也没有到很难呢。没有。哎，这个就真的比较不懂。他在消化，他在消化。啊啊！又是沈玉琳，等一下，什么？哦，这个就比较……哎，让他跳。啊啊！这个是谁啊？第一，你要尽量跳出来，我们才猜得到。这个真的比较难，对，这个比较难啊。这个舞蹈很利落哎，对，这个有点难，这有点难。有没有走起？我们有没有人要乱讲一下，搞不好撞到？这也是韩团嘛？男生 ，Two PM， 不是，答错，是的。That's part the next level， 对哦。Next level。哎，你们有在看我吗？有啊，我们讨论，已经知道，你要从我的手势去揣摩。七七，我就说吧，大家会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是
Twice 的。给答案，不要给疑问句。TT 吧。答对，有这首歌，好厉害啊！简单呐，简单呐。这什么？啊？这什么？啊？不能唱，不能唱啊！我知道，哎，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也知道。91你们要讲出什么歌名？跟吴宗宪宪歌有关。那个 local 是歌名叫，歌名叫什么？歌名 local 啊。911 local。对，哎，太扯了吧！又太简单了啦！太简单了吧！我还不知道。真的难的啦！哦，电到来，真的难的啦！哦，电到来，舞娘，九令，蔡九令，不要管他播什么都头转，直接头转，安全帽准备，好，出题，嘣嘣嘣嘣嘣嘣，嗯嗯，哎呀，来来来来，简单，拉票玩，拉票玩，好想看牛奶票这个。反热身，还没热身，有点拉跑。对，你进到副歌。啊 ，Queen 卡。好来还要回答吗 ？GI 的 Queen Car 暗炮，厉害！好了，三抽那个什么，好厉害，好活泼哦！哎呦，哎哎哎，一二三一起了啦！哎呦，哎呦，哎呦，猜不出来，我要头转了！哎，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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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不出来。这这个我们的题目嘛，可是5、6的吧？哦，我知道，这是那个李杰拔虾尾。对对对，标准答案。好，恭喜他们获得优势，好吗？哦，好好好好。虽然每次都有录新的感想，可是今天的新的感想真的比较不太一样。我算是以 Energy 昆达的身份在参与玩很大的节目，今天不是黑队小队长，所以说这一次的五个人一起。我觉得除了默契没有这么好，就是没有，我觉得想象中应该没这么好，但是却出乎意料的，大家还是有一些彼此的互相了解。在我们 Energy 18年吧，暌违18年第一次集合一起录综艺节目，蛮意外的说，我们好像虽然这么久没有一起在。就是录这种游戏型节目，但大家默契感觉好像也没有那没有想象中糟糕啊，大家还算是有一点默契。那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蛮享受跟大家在一起工作的这种时刻跟氛围。我很久没有来上节目，对，但是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团员们就一点都不会紧张，然后来就是尽情的玩，然后尽情的享受。我觉得今天其实我蛮一直在感受昆达的成长，因为我跟昆达是从高中就认识，而且一起长大，真的蛮有趣的。以前话最多的那个，后来做了十几年幕后，都不上节目，都不对镜头讲话，话最少的却变成了综艺节目主持人。那今天大家在聚会之后，未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化学效应，其实真的很难说。其实今天获得蛮多的，谢谢他们都在，我也谢谢我自己来了，蛮开心的，就是跟其他四个伙伴们完成了今天的录影，然后默契都还在，大家都很放开来在玩，然后很好笑，然后很努力。收获蛮多的，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再跟 Energy 一起上节目，一起达成一些事情，谢谢王老大，谢谢 Energy。